各位乡亲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县议员洪浩源，感谢大家对浩源这一年来的支持与鼓励，浩源会继续为乡亲们来打拼。最近疫情又升温，呼吁大家做好防疫工作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在这里恭贺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，恭喜恭喜！